近日，陆军第77集团军的文艺轻骑队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，为驻训官兵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。这支文艺轻骑队由战斗班排女兵抽组而成，自今年9月成立以来，行程超过2700公里，累计演出超过20场。战友们脸上的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。我们文艺轻骑队的女兵会一直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，为战友们带来更多更好看的节目。他们给官兵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，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战斗精神，让他们更有激情地投入到练兵备战当中，步入使命。